Hello， 大家好，又翻到嚟 Pokemon 嘅激进红。咁今次咧又继续打呢一个嘅大厦啦。咁首先我哋讲一讲咧，就系咧喺呢个 NPC 入面咧，佢就有一个精灵送嘅，就送咗呢一个嘅贝贝龙。咁我咧就拆咗一拆个个体值，你会发现咧佢系水龙特性嘅，几过瘾啦。然之后咧佢系开朗嘅性格啦，咁当然就唔得噶啦。咁我迟啲会改走佢嘅个体值就系大家见到 BCASBD 嘅。咁其实都唔算话好劲嘅，不过我拆过咁耐嘢，呢个已经系比较好啦。OK。好，咁我哋咧上次啊讲到打呢一个嘅四伤系嘛，非常之难打，咁啊今次再试下打啦，希望就 OK 啦。咁首先我哋一开头出只系打击鬼士先，系啦，呢个真系好难打呢个，佢一嚟啊仲有威吓添咩就，近身拳击打爬蛙虎，逼殴，一嘢打落只爬蛙虎度。气化哇！转我道具，转我啲咩过嚟啊？达人带后宫之秘，唔系啊！哇，你仲要玩啲咁嘅流派？呢啲真系标准剑盾嘅时候会用嘅技嚟嘅。OK， 问有果到我啦，应该他可以打几多啦？呢一下应该一半都冇啊！有诶 ，OK 喎，唔错喎，伤害都唔错，换一换重先。我咗后宫之尾都唔知点搞，导电飞鼠反射壁真系难搞。电磁波只系大嘴蛙先，哇有 mega， 虽然佢系两个人啫，唔使两只 mega， 哇咩只黑色波咯，哇咩嚟噶大佬，发生咩事？我眼睛受到100点伤害，我乜都睇唔到啊大佬，我搞咩啊？咩事？哇！仲要中唔到咩添？中唔到麻痹添？哇！呢边 mega 啦又，真气弹 nice， 应该打黑老加，系啦，中到就 OK， 应该死啦。哇！我冇 mega， 我都冇重有 mega， 其实真系。气闹应该死咗啦，因为我冇一血根啊嘛喺度，啊死咗。我哋。特集下只剑盾先啦，哇 ，OK 都多嘅，真气弹左边应该系啊，冇理由右边，因为右边鬼系打一半得唔得啊 ？OK OK， 个伤害唔错，特防降低，然后 ，Oh my god， 哇，好难打呢个真系，点打啊？佢成队都咁样，佢咁样换一换都几麻烦。我哋一弄大狼犬都试下。一嚟用大狼犬试试啦，点打啊老友？呢队咁嘅嘢，虚张声势，你直接走咧，直接走都冇乜意思。沙奈朵保唔保到佢？应该保到啊！好，又系 fake out 落我度。咦，其实可以用希闹打呢只，得唔得咧？好似唔系好痛喎，感觉上虚张声势啦。气发，我转咗俾沙奈朵度喎，抛下狠话，有 mega 进化，打自己啦，打死自己，反射壁啊，真系麻烦，我一避个攻击 ，oh no， 冷波打死佢啦，哇，秒埋我师兄，有冇搞错啊，大佬，睇准啲啊，老友。电磁波应该我最快嘅话，除咗蜥蜴王之外，冇理由佢快得过我只导电飞鼠喎，嗰只大嘴蛙终极吸收系咪我快啲啊？系啦，首先电咗佢先，呢度好危险啊！战斗迟缓，应该打蜥蜴王呢下，暗影爪话打我，有机会死喎，叉仲要回心一击。唉，呢度重弹打成场，其实可以重弹冇用咧，好似冇乜用啊！近身拳击打大嘴蛙，龙之波动啱啦，打佢啱啦，打佢啱。哇，有冇啲劲啲嘅技啊？爆击系嘛，咁高伤嘅，唔错，有机会啊！再麻痹啊，大嘴蛙唔该你，再麻痹得唔得啊？跌头打我啊！
哦，蜥蜴王死啦，应该顶得住。哦，得翻我一隻，又输咗喺度。黐线点打啊，老友？唉，重踏啊，影子偷袭。啊！点打啊呢度，大佬？佢咪佢个 level 有冇得升啊？如果有得升都仲有得打，冇得升真系冇得打喎。佢咁样一嚟用 fake out 黐线，唔系预我喺呢啲咁样过关嘅时候都会带咩守护啊？仲有啲咩技啊？冇咯，真系重踏。都系一嚟用紧，一嚟用呢一个打击鬼先啦，好似好啲。呢度是但啦，佢都系 fake out 我，跟住再用电个包落我度。电未？咦，佢换咗沙奈朵。OK， 抛下狠话，要重打。跟住呢度再用，再见未？哇！佢爆怪唔好用，唔好杀全体得唔得啊，大佬？点打啊？你咁样打落嚟一招，黐线140就咁车落嚟咯，点顶啊，师兄我？咁我唔通呢度用放电要？电磁波只剑怪先，终极吸收 A 流，咬碎啊右边。哦，冇啦，冇啦，冇啦！佢一个打两，我真系觉得打唔赢。试多次啊！我睇下佢攞经验系攞千几二千啊，定还是佢都系攞几经验先？因为可以睇下有冇得，仲有冇得升嘅空间。人身拳击右边，人身拳击右边，佢又偷咗我道具，都唔紧要嘅，后宫之味啊，依家 OK。两只Mega，哇又嚟，只眼都盲咗咁样。导电飞鼠啊，呢度我开放电啊，既然板挂都秒，我放电先啊。热风顶住，顶住。黐线，边有可能打赢啊，老友？真系冇乜可能打赢喎，咁嘅组合。哎呀，又唔记得睇有冇加勁。哎，算啦，我哋不如落去睇下有冇加勁算啦。我覺得呢度真係打唔贏喎，邊有可能打贏啊？呢個塔黐線㗎！尤其是我隨機啲精靈真係好渣喎，啲精靈有冇啊？冇啊，都冇得加經驗啊，陰公！咦，啲寵唔同咗嘅咧頭先。点解头先有嗰只嘅好拉油嘅？系咯，突然之间有喎，但系佢呢一度又冇写嗰呢个导航，真系唔知点玩喎。之后落嚟可以点玩啊？呆咗喎！你喺呢度又唔俾行，又要得到哪吒同埋咩？哪吒同埋边个啊 ？Elika 你攞咗啦，系嘛？啊 ，Elika 攞咗争哪吒，系咯？哪知喎？点样攞啊？哪知我应该真系要打完嗰个大厦先攞得喎。呢度啊嘛，好啦，咁上次咧就有一个观众喺留言咧，呢一个嘅呢一个游戏屋入边有只神兽可以换啊嘛，我哋望一望，睇下佢有啲咩可以换。佢好似有只咩神兽可以换啫，有咩换啊？哦，哇哦，哇有多龙啊，哇争好远喎，有多龙、元禄沙呢啲，哇争劲远，有呢只呢有呢几只，即刻二打劲多，哇仲有呢啲嘢卖啊，早响啦，即刻过嚟放晒啲嘢佢先，我放晒身上嗰啲咩金珠走先，我望望换边只先，技能应该冇咩边招 OK 啦，啊有劇毒啊，但系冇用啊，四伤都已经唔需要劇毒啦，守护真系需要喎，可能。守一守佢嗰个咁样嘅气化同埋 fake out 黐线，要特登学守护去防啊！真系白痴啊！呢度打紧主线，咦？气化防守喎？因为呢度打紧主线咧，你特登
即係特登再插招守護落去咧，其實好白痴，真係好白痴。好睇睇啦，我哋先 save 先，睇下佢啲精靈點賣法。我哋要隻多倫，哇！100,000，100,000咁平，100,000唔係好貴㗎。至尊套餐閃光。闪光是乜鬼嘢？至尊套餐跟住闪光的外形喎，闪光形态。好，我先收翻埋只拉布拉斯，即系贝贝龙啊，系贝贝龙。睇睇佢呢一个多龙系咩料子啊？我比较想用应该系最高速嘅，应该就系多龙啦，冇得拣。一共100,000，再收你100,000，20,000。20,000其实我够钱的原本，但我买了那些努力值药。喂，我就咁要一只多龙得啦，不需要咩闪光，不需要隐藏特性。感谢老板多龙。哇，顶嘅南瓜精，喂，有冇搞错啊，大佬？多龙在哪啊？你唔好以为有幽灵系就叫多龙先得噶，南瓜精嚟嘅呢只。喂，唔俾人买多龙黐线，点打啊？我要逐只逐只试啊，试下咯，迷你龙。哇，泥巴鱼。喂，点打啊？真系唔知点打啊呢个 game。哇，100,000买只咁嘅嘢，我真系想吐血啊！天雅灵，赤面龙啊！喂，赤面龙。青面龙你唔可以话佢废，但系喺呢个情况下佢真系冇用喎。但系宝贝龙啊嘛呢只，冇啊，海套周街都有啦。我买翻俾你150,000啊，唔使贵啦，买翻俾你50,000。唉，你欧路，你欧路，原科斗吓，过分咗，骆驼帽。哇！呢只都冇乜用啊！呢只嘅速度又系低，我需要一只极高速度嘅嚟帮我打赢。勃勃猪性格 H 你系咩鬼嘢嚟噶，大佬啊！性格 H 你，跟住有个上嗰个符号系乜嘢意思？究竟呢个勃勃猪？唉，骆驼冇圆绿沙都冇，咁真系燃烧虫喎！睇下有边只睇得？哇！派拉斯特蘑菇虫。点玩啊，大佬！单头，哇，白凤凤啊！哇，呢啲精灵真系电到真系唔得电。森林呢个黏黏宝嗰只虫，臭花黏黏宝就系嗰只水龙啦，系嘛？冇记定顺龙，顺龙系啦，嗰只黏黏龙啊！森林宝冰雪巨龙又喺周街都系。哇！佢随机咗真系好难玩喎，咁样点玩啊？多龙啊，唔使问啦，多龙变咗咩啊？变咗只咁嘅南瓜精。多龙下面咧，诶呢个鬼剑喎，追射树枭又系周街都有。好啦，最后一只毒，呢只应该系毒龙啊，毒海龙。哇！巴塔蝶，哇！真系唔掂喎，点打啊？呢只系咩啊？毒电鹰啊，毒电鹰就是那只战鱼荣誉，黐线点用啊，巴塔蝶大佬，唉，我哋今集乜都冇做啊，我哋今集睇下飞一飞，飞一飞翻去之前嗰啲地方，睇下有冇啲咩劲嘢捉咯，睇个款都唔似有啲咩劲，真系，成个地区都冇啲劲虫，即系随机真系唔玩唔到啊，呢度需要一个强力嘅军师，真系可以点打啊呢度？呢度仲有两只未见过，可以倒下睇下。诶，有 mega 石嗰边，但系要游水喎。游水要用嗰个咩似红屎嗰个先。高斗猫、死神官，咦齐晒咯。咦，可以咁样 chat 啊？咁有趣，试下先。猫老大，咦真系喎。
咁犀利。马路打其实劲嘅，但系就冇乜用啦，又系啊高速嘅，但系冇乜用啫。仲剩一只唔知咩嚟噶，就系荧光鱼。哇！你睇呢啲，你睇呢点样打赢人啊？真系攞粒咩牙石先？我连边度有嗰啲精灵有得拎都唔知啊！我哋望下森林嗰度有冇啲咩特别可以捉嘅。森林又系冇只快，呢边咧，我其实真系卡死咗喺度。呢啲咁嘅重，究竟点样可以打人四枪啊？我又冇恶作剧之心，速度又唔高，食一堆精灵，系咯，冇一只有恶作剧之心喎，佢哋冇理由打得赢喎，真系。岩石公路。做只唔知咩未撞过，但我都觉得系唔方劲咯。我觉得一定系唔方劲嘅，呢度有好多嘢未撞过，可以搏一搏呢度。双奶先，喺边度有得踩草啊？呢度啊，好，最后希望，哇，百变怪，百变怪都冇用啦，都唔系蒙特星。系嘛？如果系蒙特性就有用嘅，好，我哋撞埋其他，望下力士冇用，云掌冇用，卡拉冇用，垃圾山仲差一只未撞，我哋撞埋嗰一只就可以试下百变怪系咪有嗰个蒙特性，如果有嘅话就都可以一试嘅，但睇个款唔似有啊，因为撞过三定四只都唔见有蒙特性。我哋试下捉一隻先，一系先机构，我哋 save low 斗 save low 捉啦呢只，呢只好难捉啊！喂，搞咩啊？搞咩啊？捉个百变怪即刻完 game 啊？点解好似啊？搞咩啊？唔俾人捉百变怪喎，系嘛？定系唔可以用超级，即系嗰个先制球啊？点解捉佢即刻完 game 嘅？有笔喎呢度，真系佢一捉百变怪就 end game 喎。睇嚟系诶，啊大镬！我而家 kick 死咗喺度。Oh my god！ 大镬啦呢度，喂唔系话，我 kick 死咗喺度一 ，Oh my god！ 死 save， 我要去翻上一个 save 喺呢度，我都 OK 嘅，系啦，唉，咁今集玩住咁多先啦，今集唔知做咗啲咩嚟，系啦，好难打，希望有军师可以献计话俾我听，我究竟可以点打，即系可能你睇到周围有啲咩捉。再话翻俾我听，我究竟可以用啲咩嘢去打呢一个嘅四伤，同埋系啦呢个四伤，佢仲话要打三铺添，点打啊？究竟我随机嗰度系啦，拜拜各位。